哟，看来是我挡了你桃花呀。不是，他亲我，我什么都没说，我。那你还想说什么？哎，姐，回家，小云姐，啊，那个，我家钥匙忘带了，能不能去你家住啊？林大哥，我帮你拿。哎，小云姐，啊，林大哥在你这儿要住多久啊？这个，不太清楚啊。那他喜欢吃什么？哎呀，他就是个租客，跟他交流也不多，这个嘛，我不太清楚。那他喜欢玩什么呀？哎呀，饿死我了，有没有吃的？林大哥。呀。我看你这么精神的样子，一点都不饿呀！我成功了。你成功了？啊，那可得好好庆祝一下。明天我们一起出去玩。啊，小云姐，一起吗？明天你好像还要出诊哦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叶夫人，我明天还得出诊治病呢。而且你每次出诊完都要休养好几天，你这才刚好。要不要跟叶夫人换个时间啊？不用，我现在已经大功告成，再也不会出现之前的情况了。你终于来了，赶紧给我妈解毒吧。来，先给您把脉，看看情况。子罗啊，对林医生好一点。那女儿啊，都被我宠坏了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没事，我不会和他一般计较的。来，大家准备一下，我准备开始了，请。我们走。怎么样？你母亲治好了，进来吧。妈，你的毒真解了。哎，现在好多了。这个小林呐，真是个神医。不行，我还是得给金院长打个电话，让他给你做个全身检查。那你们先忙，告辞。小六，林先生，请暂时不要离开这里，等诺夫人检查完之后才能离开。如果我非要走呢？如果林先生执意要走的话，别怪我不客气。这是你自作主张，还是有人让你看着我不让我走啊？什么时候我去哪儿也归你们骆家人管？啊？子罗。快向林森一道歉。我才不给他道歉呢。妈，你这是干嘛？林森一，我女儿从小被我宠坏了，我代她向你道歉。洛夫人，我给您治病是为了王老的面子。行，我不去计较。按照市面价格，天山雪莲医药费1亿。什么？
这么多？两亿，以表示对林森一的答谢。那就先行告辞了。妈，王老对他态度这么好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他这么年轻，医德就这么好，以后啊，要是我们家女婿，那该多好啊！这就是原石啊，这跟普通石头没区别，你怎么看出来的？原石就是这样，在打开原石之前，谁都不知道里面有什么。哎，这位美女说的对，上个月咱们店就来了位客，也是一位新人，这第一块原石就赚了300万。300万？好吧，我们再去逛逛吧，走吧，走。我第一次来，可以帮我讲讲经验吗？我跟你讲，我们一般啊，就是根据这蟒来的。这蟒啊，就是这皮壳上不同于其他石壁上的顶状、条状、丝状。哎，子云，哎，子云，你也来？是，女老板，不认识。我女朋友啊。谁是你女朋友啊？我陪我男朋友来原石店看看。哎，你找男朋友的眼光可不行啊。关你什么事儿？我们之前可是有婚约的，你找这么一个乡巴佬，这不是气我吗？你说什么？乡巴佬？不然呢？哎呦！这一巴掌是你出言不逊的惩罚，我可以打到你懂事为止。你竟然敢打我！打你怎么了？等会儿，等会儿你就死定了。希望你等会儿叫的人不要让我失望啊！等着，小伙子，怎么冲动了？没事，我再进去看看。其实啊，100万在这个区域只是起步价，有的时候啊，输赢能达上千万。我听说有一个老板一天之内。就说了5000万，还只是纯粹的赌石。哇，那纯粹还有不纯粹的？对啊，比如你和我各看中一块原石，赌注1000万，看出来谁的价格更高，谁就赢。哎，只挂不入手，你还是不是的？哇，是你说的对，不赌一次。怎么算男人呢？好啊，我们来说说怎么个赌法。那个，我对这方面不了解，要不你说了算、啊。我们各自入手一块石，谁赚最多为赢家。怎么个赌法？那个，我对这方面不了解，要不你说了算、啊。我们各自入手一块石，谁赚最多为赢家。说吧，赌注什么？我看你这样也不是有钱人，这倒是让我很为难呐。这卡里有大概2000万，你不信可以找人查。公平起见，你的2000万呢？
我堂堂女家大少，2000万我会没有？口说无凭啊。知道这是什么卡？黑卡，无限透支的。三八郎，可以开始了吗？哎呦！说什么呢？前面的教训忘了是吧？这小子是谁呀？居然敢打吕家大少爷！吕家大少爷今天怎么没还手呢？感觉不对啊！我希望你一会儿别下跪求我。王老板，可以开始了。